点击上方蓝色关注，每天为你呈现不一样的精彩内容。印堂之间的玄真文、双趣文、八字文等分别代表了各种不同的意外的灾祸。一、玄真文也称之为玄真破印，它是一个比较凶的纹路，像一根针一样穿过官禄宫到伤根部分。有这种纹路的人势必神经衰弱，个性偏激，想做的事一定会做，不择手段，心狠手辣，勇往直前，不会在意别人的感受与想法，一直坚强不怕失败，难免到老孤独，个性很强，很霸道，占有欲强，与这类人合作做生意多失败。女命玄真破印，克夫还行死，如果纹路穿透点子克死丈夫。二、双趣纹印堂上有两道清晰可见的竖纹，被称为双趣纹，是典型的煞纹。有此纹路的朋友，脑组织发达，事业心十分强，思想虽然保守却十分周到，为人处事上也有条有理，韧劲十足，无论男女都能取得令人羡慕的成就。有此纹路的男性朋友，性子命折不弯，总会在无意间得罪一些小人。而有此纹路的女性朋友，经常与老公有矛盾，婚姻状况不是很好。三、八字纹，八字纹的人劳碌命，40岁时容易有官灾口舌。女命房夫，左边的纹叫罗喉，右边的纹叫几兜，两纹长短一样实在小，两纹长短不一样长时会伤害别人，右边比左面长时会行克本人，亦有牢狱之灾，所以我们也称这种纹路为行狱纹。若是行狱纹尾部有只脚，可逢凶化吉，十年传法，经典热血回归散人也能一夜暴富。